当时就有跟教练团讨论过嘛，就是我不希望影响到球队，对啊，但他们有去问学弟嘛，学弟就很希望我可以上去了，对，有一点不知道，我还蛮感动的，很感动他们要我上场，对啊，很想要为学长赢下这两场球啦，对啊，就是特别有想要在学长退休的时候能够把胜利拿下来，让学长是带着笑容的退休的。这一棒打得结实，用外野棒下，结果打到墙上，落地形成的安打，三连上跑者，二连上跑者都回来得分。许继宏果然是打点制造机，厉害啦！我那个感动我没有办法讲，就是我不想造成大家负担，可是学弟想，就是也希望可以一起赢啊，输他们也不觉得是因为我，输球不是一个人，赢球也不会是一个人。还蛮感动，他们有可以感染到这个过去啊，学长教我，然后我一直在传承下来的，就是兄弟的那个文化，就是很团结，不会因为一个人赢，也不会因为一个人输的。接来好一坏，挥棒落空，三振出局，有点紧张，没有看过那么多人，然后好像回到第一场感觉那种那个紧张感。刚开始第一次打的时候，第一场就是自以为好多人在看我，但其实没有。那今天最后这倒数第二场，就真的是很多人来看我，对啊，那个感觉很像，对，那个兴奋感跟紧张感，还差一点安打，差一点。